大排档了，不是来到这二十一楼，俺妈住着的，不是九号楼吗？嗯，十号楼。那是十号楼，还没有那门洞给斜，盖了这几块烂呢，这都是弄那那几东西碎石了那东西，这不是丢上，人家还正搁那勘察现场嘞。哎呦，停了警车多少？哎呦，真吓人呀！法医啥都过来了，你看。啊，法医。不是大排